好，各位民进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方方面面当然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经济危机的问题和金融危机的问题。那么在我看来呢，金融危机涉及的是微观层面，它搞不好比涉及到宏观层面的这个经济危机，恐怕来得更有致命性一点。我说的致命性，当然就指的是对中共的这个统治基础的稳定而言的啊。那为什么说金融危机啊比经济危机来得还严重呢？大家也知道，最近发生的这个 P2P 的暴雷事件，我们就从这边说起啊。那你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中国确实是事情非常的多啊，尤其这个中美贸易战，我想会让中南海里的人感觉到非常的头疼啊，在经济问题上压力很大。似乎嫌这压力还不够大似的哈，最近中国这个 P2P 可以说是遍地暴雷啊，引发了不同城市的人上街游行啊，甚至来北京游行这样的事件。据说这个前不久啊，习近平他们在北戴河开会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听到这些消息之后，这个会开的还好不好啊？那个游泳是吧？还能游得多么顺利啊？这个因为这个。这种事情，我想对中共来讲，无异于这个雪上加霜啊。那么对于中共来讲，当然总体的经济危机，其实中国经济一直在下滑，那房地产泡沫啊，我们都知道，地方债务平台等等，总体的经济危机已经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了。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我觉得更为致命，因为它直接跟政治上的问题，就是社会不稳定连接在一起。而对于中共来说啊，我觉得经济问题，他或许还可以解决啊，那么政治上的不稳定是中共最怕看到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 P2P 呢，当然我们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哈。那其实我想很多人大概也知道具体怎么回事，那么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这种网上贷款平台啊，那当然也是因为中国现在存在开始有一些人啊，什么拆二代啊。住房拆迁啊，等等，或者各种各样原因，已经有些人有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稍微富一点的人，还蛮多的。你说他大钱没有吧？但是他还是有些闲钱，有闲钱，当然就有投资意愿啊，希望这个钱能够生出钱来。那么另外呢，有些小的企业要创业啊，现在不是号召这个什么，这个万家企业创业啊，等等啊，小的企业创业到银行贷款是非常难的，所以也要找到一个好的这个贷款渠道。那么现在互联网这么样的发达啊，在互联网上各种信息非常的方便得到，然后中国引以为傲的这个移动支付，你坦率讲，确实也给人民带来了高度的这种便利性。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这个 P2P，就是这个我们叫做正规的叫做中国网贷平台啊，一时之间也是红遍全国。坦率讲，你说这个它是不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中生发的现象呢，当然也可以说是，但是背后有没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舆论宣传的这种推动，当然也是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近期这个 P2P 的平台遍地暴雷。我们仅举一个例子好了，就上海市公安局，大家都知道，网上有登8月2号发布了一个通告，这个通告真让人心恐慌啊。他说，近期上海市公安局的辖区内，涉嫌的那些，就所谓的涉嫌非法吸收公众的这个存款，以及集资诈骗的案件，几乎都跟 P2P 网贷平台有关啊！你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基本上这些案件的特点都是说，大量的这个相关公司透过设立线下门店或者设立这个线上的理财平台，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去吸收存款，那么。这个当一旦产生了巨大的资金缺口以后，就导致了无法兑付投资人原来的本息，那个一夜之间啊，可以说钱就没有了啊。另外，据财新网报道，整个7月份歇业或者被立案处理的有问题的 P2P 的平台至少是123家，大家想想涉及的金额是多多啊！这个123家这个数字达到了2016年9月以来的一个最高值，涉及到的人民币的这个贷款本金啊，至少在500亿以上。你可以想象这500亿的数字啊，因为 P2P 都不会贷款额度太大，所以它牵涉到的家庭和人数是多少？你看看成千上万的要去上访，就可以想象了。
那么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啊，往往是为了粉饰太平，一定是把地方上的一些 P2P 平台暴雷的事给压下来，这个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其实还有很多 P2P 的暴雷，在大的城市你很难压住，像上海，但是地方城市压住，很多人不知道。你要把这些再算进去的话，啊，那么 P2P 网贷平台出现的大规模的这种事件的严重性啊，我觉得是远远超过现在表面所呈现出来的趋势的。那么我们知道，回到中国的经济问题啊，就是整体的经济环境可以说是错综复杂的。我刚才讲长期的经济的这个趋势下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讲，尤其它还有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就是以一党专制啊，以国家作为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经济危机，我觉得虽然存在，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是说，它经济上会有一些深层次上的问题啊，包括像国有企业的效率啊等等，但这些问题它不至于一下子爆发出来啊。那当局可以做很多政策上的调整啊，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现在也在做债转股啊等等。那么，也不可能呢，直接啊，或者说突发性的冲击到社会的稳定。像国有企业这种问题，你也很难想象它会激发啊什么，除非是大规模的失业潮，否则那些结构性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激发到老百姓去上街去。但这是经济危机，可是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危机中的一环，它可不一样。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大家都知道，它涉及到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的老百姓的切身经济利益。说白了，就是这个辛辛苦苦挣的钱打了水漂了，一下子就都没有了。那么受害者面对的是当时的当即的这种金钱损失，就是钱没有了。那么经济危机，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也可以不管。但是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啊，他触及的就不是国家的事，即使老百姓也会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近不同的大中城市都传出这个 P2P 暴雷事件的受害者民众，这他们当然就会上街了。中国老百姓就是这个样子啊，反正国家利益受损或国家出事跟他没关系，但是要是自己的存款少了那么几千，他敢跟你上街，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我说金融危机啊，比经济危机更为致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啊，一般来讲哈，这个 P2P 这个债务平台啊，即使出问题啊，那也是当事人自己的投资选择错误导致的。按理说，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一些评论，有些人说这些人真是哈，就这些上街的人，这明明就是你们自己投资选择错误，谁拿钱逼着你去但是贷款了，你自己去贷款，然后你自己没有做好这种保险，然后出事儿，你跟政府有什么关系啊？听到这种言论，那按理说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哈。这种 P2P 网贷平台，你贷款，然后你投资失败，跟政府没什么关系。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在中国啊，那么国家甚至是党组织直接介入到微观的经济行为中，这不仅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事情啊，包括通过法治手段介入。而且他几乎都是明文写进各种文件的，尤其19大之后啊，习近平非常讲说党要东西南北中全管起来。既然您说要全管起来，习近平意思就是 P2P 平台呢，当然也得管起来。党不是要东西南北中都管起来吗？那你 P2P 当然也管起来。老百姓要这样理解问题，我觉得也一点错没有哈。所以理论上讲，所有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中国，其实都不仅仅是个人投资选择错误的问题，有他个人的原因，但是也都是有政府的问题在背后。这是你政府自己找的，啊，这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纯正的啊，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自己都说政府会介入这些经济活动，所以它最终会涉及到一个信任度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呢，其实过去呢还觉得就是这个政府呢，因为怕社会不稳定，所以不会让这些大的这种暴雷事件哈去爆发，那么现在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爆发了，它严重影响到的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其实这点勉强的靠金钱支撑的这种信任度，是现在中国社会还能够基本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认为，一旦这个信任度被打破的话，将会严重的影响到所谓的社会稳定。那么 P2P 的问题就有这个意义在。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一个网友啊写了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也蛮尖刻的。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说什么呢？他说 P2P 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阴谋啊。他说这个阴谋呢，跟股市和房市一样，就是 P2P 的这个阴谋是股市阴谋和房市阴谋的补充。他说，在房市上圈钱，政府针对的是中产阶级；在这个股市上圈钱，政府针对的是小康阶级。那 P2P 的圈钱针对的就是小鱼小虾啊。那么总的目的就是要搜刮民脂民膏。这位网友说呀，说这个行为的背后的推动源就是政府的债务，根本没办法偿还，早晚这个政府会破产，所以他们需要呢把这个债务转移给老百姓。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推特上的一个推友的一段话哈。当然，我觉得这段话固然不一定全面的符合这个事实啊，也有它极端的地方。但是我认为这种话，它其中代表的那种情绪啊，和他的这段话里的矛头的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就是这才是中共当局啊最应该担心的事情，就是你既然说啊那个这个东西南北中都是你要挡要管的话，那么东西南北中出了任何事情，你都要负起责任来。那么 P2P 暴雷事件，那这种金融危机的这种事件，我觉得那当然政府当然是有他的责任啊，要去解决和处理，而老百姓也会觉得你政府有责任去处理。反过来说，如果政府不能够解决 P2P 暴雷事件，这种事件越来越多的话，老百姓会把怨气直接指向政府的。我觉得这才是这次 P2P 事件啊，第二个更深层的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我觉得一个更微妙的问题，却也许更值得深思，或者说更有趣一点的问题，就是大家也知道。基本上有能力，啊，也有意愿投入 P2P 融资行为的，大多是什么人呢？大多是一些80后、90后的年轻中产世代，就年轻阶层，多少有一点钱。这批人有巨大的这个住房需求，但是现在中国的房价这么高，他们当然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去买房子，但手里还是有些钱，又不够买房子。你说投入股市吧，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股市风险实在太大了，大概80后、90后也不敢轻易涉足，而且投入股市需要的钱也不少。所以现在中国的80后、90后的一些稍微有一点啊积蓄的人，他唯一有可能的就是网贷啊，通过网贷去创业啊也好，或者去买房子也好。那么这批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网络上的金融行为。啊，你说像我父母这一代养他什么 P2P，他听都听不懂，他也不可能去跑 P2P 平台上去贷款去，跑到 P2P 平台上，对于这种私募资金这样的概念很了解，然后愿意去做这种尝试的，也只有就是80后和90后，所以投入 P2P 平台贷款的比例，啊，他们年轻时代的比例一定比其他的群体高。那么现在 P2P 平台出现问题，触犯的是年轻时代的利益，我觉得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啊，那我们都知道80后、90后，他们的这种反抗意识啊，当然会非常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但是会比其他的群体，我觉得会来得更强一些。那毕竟年轻时代受互联网的影响很大，而且他们非常熟悉互联网，也很会怎么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社会动员。据说这次啊，有上万人准备进北京抗议，听说有很多人就是通过 Telegram。那种软件哈，那种电报，那种软件，手机软体在那上串联的，超高级的。你看这种，因为 Telegram 据说要用翻墙 VPN 来做，而且是很难去破解的，那当局很难去控制的。这种高级的社会动员手段，我觉得是当局以后会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就算是他的技术手段再高啊，你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数以亿计的天天玩手机的一个年轻时代，我看国家力量恐怕也很难对付，而这样的社会动员能力一旦被激发出来的话，啊，那我觉得不也不是这种社会动员能力，也不是其他社会阶层可以比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次 P2P 反映的这种金融危机啊，它可能比整体的中国的经济下滑的趋势更会对宪政权造成威胁的原因所在。
总的来讲哈，我觉得如果任由这种 P2P 啊这种危机继续爆发下去的话，很多中产阶级的家庭财富很可能一夜就清空了。如果他们投资实在太不谨慎的话啊，那么这些中产阶级呢，他们原来是经济发展的这个既得利益者，或者说，其实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30年来所谓改革开放的基本群众、基本支持者、基本群众。那么现在如果这个基础动摇了的话，那我觉得对政权的撼动性会比较大。那么尤其是刚才我也讲，最严重的就是人民对政府的这种信任度会受到冲击，这个影响会是非常深远的。啊，包括对你政府未来面对新的其他的危机爆发的掌控能力的这种信任度，所以政府为什么，比如说这次长生的这个加疫苗事件，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它也关系到的是个信任度的问题。那么在未来的社会这种动荡中，我觉得这种信任度的降低的后坐力，它会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的去显现出来。当然，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恐慌情绪，社会恐慌情绪是会蔓延的。这个自古以来，啊，就是如此。那么这种情绪一旦蔓延到其他的风险领域，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啊等等，这种后续发展，我觉得那恐怕来得更为严重啊。只是现在还没有爆出来。比如说房地产泡沫，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早晚有一天会爆，到底什么时候爆不知道。那么如果大家对政府还有点信心呢，大家也就假装没这个事儿的发生。如果信心度降低的话，恐慌情绪就会相对的升高，而恐慌情绪本身其实就会搅动市场，它是会这个群体的心理跟客观的经济行为其实是会相互影响的哈。所以说到底，关键就是个信心问题。而这次 P2P 暴雷事件打击的就是民众的对经济发展的信心问题啊。当然，中共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也看到了最近这个中国所谓互联网金融风暴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还有这么一个组织啊，挺长的一名字，叫中国互联网金融风暴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这个小组还有一个小组叫做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你说政府也有病，就他也知道会出这些事儿，所以他还挺早就成立了相关的整治小组了。这两个小组呢，联合推出了，据说推出了10个措施啊，要来试图缓解情势。我去找了这些措施啊，包括比如说新增这个严禁新增网贷机构，就不要再多些 P2P 平台了，要开始管理了。你早干嘛去了？且不管啊。然后呢，说要指导网贷机构呢，通过兼并重组啊、资产变现呀，或者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的多种方式啊，要来释放流动性风险什么，这都是比较啊 regular 的正常的这种处理金融风险的方式。但是，这10项措施中的第一条，如果你去看的话，第一条叫做依法打击造谣、煽风点火、聚众闹事等非理性、超越法律界限的维权行为。哎，维权还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敌对势力的词了啊，这个。要国家成立了小组，成立了办公室，要出台措施。第一项居然是要打击维权行为，打击 P2P 平台的那些受害人的维权行为。如果政府还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去处理经济危机的话，我认为无异于火上加油，只能使问题发展到越来越严重，就而且还会引火烧身。而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当局的这种心态。就是他知道他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条，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 P2P 风暴会引发这种社会不满。他的眼里的社会不满当然就是维权行为，可是老百姓怎么会觉得自己的维权行为是一种社会动荡呢？所以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你可以想象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当局不改变自己这样的心态，动不动就把这种什么正常的维权行为当做什么打造谣啊、煽风点火啊、聚众闹事啊，如果政府不改变这种心态的话，金融风暴很快就会发展成政治风暴。以上就是我的看法，跟大家分享。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